大家好，嗱，嚟到今集咧，可能大家会发现，我哋重金邀请到一位喺穿越机界已经浸淫咗超过两个月嘅新人，阿 Yana 嘅。系，大家好。系啦，嗱，既然佢都已经喺穿越机界浸淫咗两个月嘅，喺呢个时候咧，都差唔多要开始要考下佢噶啦。好，我就问你一个比较难嘅问题，呢排系咩嘢嚟噶？呢块系飞鸿版。哇，好完整嘅答案喎！咁呢块飞鸿版嘅全称叫咩名啊？叫做。叫咩？点读啊？头先咪讲咗啦。呢块叫做飞机控制板，全称叫 flight control 嘅。咁呢块板系做啲咩嘢嘅咧？睇嚟呢两个月系白学嘅。嗱，唔紧要，我哋今日咧重新由头，慢慢咁咪仲同大家讲解下飞控系做啲咩嘢嘅。嗱，飞控板全称 flight control board。是我哋成個飛機嘅主腦嚟嘅，咁呢塊板係攞嚟做啲咩嘢咧？嗱，無論我哋嘅電條要操控我哋嘅摩打啦，我哋要通電俾鏡頭、圖傳天線，或者要連接接收咧，全部都要靠呢一塊板去控制成部飛機裏邊咧所有嘅部件嘅。咁雖然你睇落去呢塊板咧好似密密麻麻嘅設計，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啲連接嘅方式咧，已經係簡化咗好多噶啦。咁以前咧，你睇翻幾年前嗰塊板咧，可能裏邊要看非常非常之多嘅線。咁而家咧，由於好多已經係做，例如好似呢一塊，我哋以 all in one 嘅方式，例如所有嘢已經看埋一齊，無論係電條或者係飛控，已經黐埋一塊板。有啲更甚者，圖像傳送連埋接收都擺曬落去嘅話咧，咁其實焊接嘅線路咧已經係簡單好多。而我哋睇翻呢一塊我哋。F4 的飛控板裏面呢，你會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接頭。我們在接下來的這一集會詳細講解一下這塊板各類型的位置用來接駁什麼東西。飛控板就好像電腦的 CPU 一樣，在你選購的時候，通常你會見到有幾個參數，你會見到有些人跟你說，哦，那塊板是 F3 版、F4 版、F7 版，你可以這樣理解，那些就好像 CPU 的速度，現在其實已經普遍用的是 F4 和 F7 的版，普遍的人就會覺得，喂，如果價錢不是差很遠的，當然有新買新，但是其實選購 F4 或者 F7 的版呢，不是只是考量價錢，有幾樣東西我們都會考量。現在這塊板是曼巴 F405 的一塊飛鴻板，這塊板呢我們很多時候都會介紹給朋友，如果他們要砌開5吋機又不知道砌哪款的話，我們通常會介紹這個款。為什麼呢？第一，現在的飛鴻板已經包含了很多很精美的圖片，好像現在附圖一樣，你會看到它上面已經有很多線路圖，清楚地告訴你，哦，如果你要接哪一樣東西，要接去哪個位置，已經有很多彩色的線路告訴你。以前呢就說要接很多摩打、ESC 接進去，你看到好像這塊板上面它已經有一整排的排閘駁落去嗰個電條嘅位置，咁其實而家都冇咩要整，成塊板插咗落去之後咧，飛機控制板可能我哋要看嘅嘢咧，只係得幾條線嘅啫。例如係咩嘢咧？假設你好似以呢一塊板為例，我哋砌好曬成部機啦，我哋連電條都已經砌好咯，咁我哋剩翻呢塊板，我哋會看啲咩啊？接收啦，接收我哋唔看噶嘛，咁我哋要睇翻我哋用緊嘅接收係屬於邊類型嘅制式，咁我哋會看翻相對應嘅接收。除了接收之外，我們還要看什麼呢？鏡頭和圖傳。你現在看到這個 diagram 上面，你會看到鏡頭它告訴你是要給電給它，正負極給它，還有會給個鏡頭的 input 信號給它，然後我們的圖像傳輸就會駁到它的 output 的位置，輸出一個影像。它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拿到個飛機控制板裡面所有的數據，靠個圖傳可以顯示翻成部飛機嘅所有嘅參數，咁但係當然你話唔係喎，咁其實我中意成套嘢比較輕便啲嘅，又或者我第日有機會就係話我唔用呢一套 analog 嘅設備，我成套嘢轉為高清嘅話，其實唔一定要咁樣接嘅喎，我哋鏡頭可以直接接駁我哋嘅圖像傳送，直飛出去都得嘅喎，咁變咗飛控要接嘅嘢咧就可以少咗好多啦。但是如果完整來說，你看完這裡整塊板為例，你會看到它包含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接頭，例如好像我們之前有提過 UART
嗱，咩係 UART 位置咧？如果有睇過關於個軟件嘅部分，你就知道啦。咁其實 UART 位即係等於好似你一個電腦有幾多個 USB 嘅插頭 ，UART 位越多，你嘅 USB 插頭越多，即係話你可以擴充嘅功能越多。之前有提及過 F 四同 F 七有咩分別 ？F 四嗰啲版通常啲 UART 位會少啲。一般可能是一個至三個左右，但是普遍的情況下其實就已經夠用。相對來說 F7 它可以擴充的性能就大很多。很多人想著說、啊、我部機又要砌又要加 GPS、啊、加很多返航的功能就個個都想用 F7。但是你就要注意一樣東西， F4 和 F7 其中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分別就是 F7 裡面它的系統呢比較敏感啲嘅，咁即係話，如果你塊板你個組裝嗰陣時，可能佢旁邊嗰啲減震膠，即係好似你而家見到呢啲咧，如果啲減震膠裝嗰陣時裝得太緊或者係太過鬆，呢塊板裏邊嘅陀螺儀各類型嘅嘢受震受影響嘅話咧，係好容易 short 嘅，特別係 F7 嗰啲系統比較敏感啲，可能撞到你撞咧部機裏邊咧。個陀螺儀啊，加速計咧就會開始出問題，咁跟住你部機咧可能 V 一下就唔知直升，就唔知去咗邊嘅咯。咁所以咧 F7 嘅系統咧，我哋會比較小心啲。所以一開始點解我哋會比較 recommend 就係話，如果啱開始玩或者嗰啲人都係成日都要撞嘅 F4 嘅系統咧，由於佢相對冇敏感，你就唔會話撞下部機就唔知彈咗去邊啦。穿越機器飛控板裏邊咧，佢包含咗幾個重要嘅功能，包括有陀螺儀啦、加速計啦，有啲甚至會加埋氣壓計喺裏邊嘅。咁我哋點樣知道啲功能正唔正常咧？我哋通常新買一塊板翻嚟咧，就唔會即時焊咗落去嘅。我哋一定要檢查塊板所有功能正常啦，我哋先至會實際去使用。如果唔係有陣時真係會遇到就係話買翻嚟塊板已經有問題嘅，我哋焊好曬先檢查，咁咪大件事咯。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咧就會先檢查呢嚿嘢先。咁我哋而家咧就揾部已經砌好咗嘅機嚟進行測試啦。咁大家會容易啲睇。嗱，好似呢部機咧，我哋而家駁咗落去 Betterfly 個軟件嗰度。咁我哋喺第一版嘅 setup 嗰度咧，就會檢查部機個陀螺儀正唔正常。嗱，我哋點樣知道陀螺儀有冇正常咧？其實你而家睇翻呢一塊板，我哋呢塊板嘅上邊咧，一定會有個地方寫住個箭嘴。咁我哋就會知道，哦，呢部機塊板箭嘴嘅方向要指向機頭嘅位置。嗱，好似而家你見到呢部機啦，咁佢呢塊係一塊菱形嘅板，咁佢個箭嘴咧就一定係指向機頭嘅方向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正常部機向前擺動嘅機會向前啦、向後啦、向左啦，同埋向右嘅。誒，咁我哋就知道部機。嗰塊板安裝嗰陣時係正常嘅，你要記住喎，幸福咧就唔係必然嘅，千祈唔好諗住話原廠買翻嚟啲一定會 set 好噶啦，真係唔一定。特別係咧，有陣時啲飛機控制板咧唔一定係嗱，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呢塊就係正方形嘅方式嚟裝啫，有啲係以菱形嘅方式嚟裝嘅喎。咁但係萬一你買嗰個機架，佢安裝呢塊板嘅位置。它不是設計給你擺菱形，可能是正方形的話，我們就迫於無奈，在裝的情況下，它的箭嘴不是指向機頭的方向，就指向斜的了，那我們就要靠軟件的方式去改變塊板的 rotation， 告訴它、哎、我們現在的板不是正擺，我們現在是側擺。好了，剛才我們聽到就是說、哦、原來塊板擺的時候都有些東西要注意的。當我哋為個機架去選購飛控嗰陣時咧，好多時我哋要睇翻我哋個機架上邊嗰塊板個孔係支援用邊一種嘅。咁普遍我哋個飛機控制板咧都有兩大尺寸，好似你而家見到呢一塊，我哋稱呼為30×30，因為佢個孔嘅位置係30.5×30.5。咁呢啲咧，我哋通常都稱呼為大板。嗱，好似你而家見到呢啲，有啲咧係以20×20。或者是16×16的板來安裝。當我們要選購塊板的時候，就要看看、欸、我們的機架上面的洞究竟是支援你用30×30、20×20 還是16×16。除了你現在看到這種正方形的設計之外，它也有一些是以菱形的方式來設計的。
咁如果你睇你個機架，可能係一啲 tiny 嘅機種嘅話，通常咧佢哋都係以菱形嘅方式，盡量慳位，方便你組裝。但係細事就冇絕對嘅。如果由你買嗰塊板咁啱係正方形嘅擺法咧，你就要注意啦。嗱，我哋頭先咧就示範咗陀螺儀嘅運作啦。咁但係加速計又係啲咩咧？一般嚟講咧，可能你會覺得加速計會比較抽象啲。咁其實加速計咧就係、我哋部機咪有個箭嘴去指定嗰個機頭嘅方向嘅。雖然我哋頭先用陀螺儀嚟試下個反應，萬一你部機如果起飛嗰陣時，正常嚟講，如果我哋向前嘅話，應該係一號。同埋我哋嘅三號嘅摩打會相對比較大推力，令到架機向前㗎。向前，你架機應該會檢測到個加速嘅動力咧係向住前方嘅，即係好似咁樣 ，wee 咁樣。咁但係萬一架機如果呢兩個摩打向前推嗰陣時，架機唔係向前而係向橫嘅話，部機個加速計就會檢測有問題啦。咁即係話你部機可能塊板裝錯咗啦，或者有其他嘢出問題，咁佢會機會點樣咧？基本上就會直接打低啦。嗱，以前咧真係啲機會直飛㗎，咁而家咧佢會識得檢測有問題 ，run away。你會見到個畫面會彈住個 run away 嘅字，咁你就知道，一定係有問題。你知道有啲人成日走上嚟同我講，冇理由嘅喎，我檢查過啲摩打，尋日嗰個咧，我開咗佢名添。尋日嗰個人咧，有啲人成日話佢檢查個摩打，檢查個螺旋槳，放心啦，部機飛唔到，一定係有問題嘅，唔會冇事。所以咧。飛鴻板硬件、軟件兩樣嘢都咁重要嘅。咁一般人接觸嘅飛鴻板咧，通常都係內置咗 Betaflight 喺裏邊嘅。咁其實有少數有啲系統咧，我哋會用 Email Flight 啦，又或者係 INF 嘅系統。嗱，有啲系統係專門 for racing 嘅 freestyle 用嘅。INF 咧亦都會比較多人用喺定翼機啦，又或者係需要一啲比較穩定性嘅飛行上面，好似有啲玩 wing 啊。或者有啲人中意玩需要用個氣壓定高啊 GPS 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會用 INF 嘅系統。咁除咗呢啲系統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啲生產商佢哋會特別設計佢哋嘅飛機嘅控制板啦，咁配合埋佢哋自己嘅軟件嚟，好似有一套叫 Race Flight。Race Flight 咧其實就我接觸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嗰套嘢咧，我又成日都同人哋講啊，即係如果係玩穿越機咧，其實最有趣就係咩？因為佢有好多嘅變化，好多嘢嘅。測試可以自己做，即係我今日可能呢部機玩完呢一個炸爛咗之後咯，咁你一定要買翻一模一樣噶嘛。其實好多零件我哋都係 interchange 自己更換嘅。咁例如好似話啊，換咗例如一套飛鴻板壞咗嘅，你嗰時有其他飛鴻板嘅喎，因為始終唔同硬件、軟件佢哋嘅特性咧都真係完全唔同嘅。咁啊咩都試下最開心啦。好似我當年啦，我玩 Race Flight， 啲人見到主席我一排勁咗喎，咁其實。係唔係我勁咗啦？只不過有啲硬件同軟件，佢哋嘅運算方式唔係好同嘅喎。原來佢飛咗上嚟 default 個系統咧，已經係好 smooth 嘅。咁飛起上嚟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特性。咁啊，不妨咧自己裝嚟試下，咁啊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嚟嘅。咁啊，希望今集關於飛鴻板可以幫到大家。下集見，拜拜。你唔得，我一定要執翻乾淨嘅。聽日 Yana 喺度，唔係 Connie 喺度喎。係咩？聽日嘛，聽日禮拜六喎。加油！你黐線嘅，你唔執下好佢咩？錄住嘅，錄住嘅，未 stop 曬，未 stop。係喎。有以為定好似。唔關我事㗎，係佢逼我嘅啫。Cut。